少林功夫甲天下，一手把少林寺推向国际的方丈释永信，因为擅长商业行销，有少林 CEO 之称，如今竟遭网友举报私生活淫乱，不但坐拥三名情妇，还生下两名私生女，玷污佛门圣地。释永信与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河南省政协委员、少林慈幼院院长释延杰保持暧昧关系，并且生有一名私生女。自称释正义的网友近来在网上连环爆料，称释永信与释延杰以夫妻相称，还抛出疑似两人私生女照。另一名情妇来自黑龙江，两人也生下一女。第三名刘姓情妇则来自深圳，两人发生将近20次性关系，刘女还曾为他堕胎。当时他接受采访时称，是非已不变为解脱，我们只往前看。早在4年前就被曝私生子传闻，如今少林方丈丑闻越演越烈，还被指控将少林寺旗下公司股份移转老婆名下，涉嫌侵占庙产，老家村民都不敢相信。也没这回事，那是谣言。绯闻缠身，释永信原定的泰国行也临时喊卡，传出正在少林寺里接受河南宗教局调查，红尘是非纷纷扰扰，深陷桃色风暴的少林方丈，在自清之前，佛门恐将永不安宁。三立新闻，孟云岛。